有请主持人赵传。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怕蔗糖，喝减醇，为爱做减法。我们的节目是由君乐宝减醇零蔗糖酸奶冠名播出的，请大家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抖音号，添加关注，每周四晚21点到22点，我们的情感导师在线与您直播互动，解答您的情感困惑。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著名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炳宏老师，欢迎。男嘉宾小李，24岁，来自广东，学生，有请。女嘉宾小陈，25岁，来自广东，学生，有请小陈，有请。欢迎两位啊！谈恋爱谈多久了？半年了。都在读书，是因为要毕业了还是读研啊？在读书，大四，准备毕业了。为什么来啊？他的异性朋友特别多。异性朋友多。对、啊、然后他们的感觉也没保持那个距离，就之前嘛、就跟他在一起1个半月左右、我就发现他就主动约男孩子去喝奶茶。要解释吗？这个我肯定要解释 因为我跟我的朋友呢，他们都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了，如果有发生些什么的话早就发生了，而且并不会代表以后会发生些什么，他就是误解我意思了。是不是约了异性朋友去喝奶茶嘛？是有这么一回事、然后是约了是去聊事儿啊，还是就是我那段时间心情不太好嘛，然后他比较忙又没有陪我，我就找我朋友去聊聊天啊，喝奶茶啥的、那并也不代表有什么吧。好 ，OK， 好，还有别的吗？就是当时他就那个喝奶茶的问题嘛，就是我让他不要去了，但是他还是要去，然后去的话时间也不短，然后去了1个下午，4-5个小时嘛，这样我感觉到他很不尊重我。除了这个喝奶茶的问题，就又过了大概4-5天吧，他又晚上主动约另一个男生去吃宵夜。回到家都1点多了，这点我就非常的不高兴了。那我也跟你报备啊，是吧？你不觉得你已经过分的干涉我的交友圈吗？我已经让你不要过去了吗？但是我有我的观念啊，你大半夜我跟他只是朋友关系，但是你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每个人的三观都是不一样的。你这不是给别人机会吗？这不是给别人的机会，我跟他认识很久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早就发生什么了，并不是，你以前并不是现在才发生什么，没发生什么不代表以后没发生什么。以前都没有发生什么，现在怎么会发生什么呢？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大晚上了，跟别人去吃宵夜喝酒，万一你喝多了，不是你怎么知道的？就是当时他也跟我说想吃宵夜，那你为啥不陪他去啊？因为我家离他还是有点远的，当时也没空，大晚上临时这样说嘛。那男朋友不高兴，你去了就忍忍呗，别去了，自己在家里叫个外卖呗。那时候我都说了我心情有点不好嘛，然后他又没有陪我，他工作也忙，然后的话我找朋友聊个天怎么了、难道有女有男朋友了这不能有异性朋友吗？不是，你那天晚上可以跟他通电话聊聊心里怎么不愉快了吗？也并没有，晚上也没有不聊天吧，但是有时候我想见他的时候他总是很忙，有没有时间陪我、所以你给到的就是在我寂寞和需要倾吐对象的时候你不能给我，我才去找我那些朋友。他这个人就是有点多疑嘛，因为他前女友是个很乖巧的，但是我并不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一个很独立有个人的想法的，我觉得有男朋友了并不代表我不能有异性朋友，对吧？但是他呢，他这个人就觉得我不应该跟男性朋友出去，就应该跟他在一起。你说你想吃个饭啊，白天跟他出去还好，你大半夜了就孤男寡女。我问一句啊，就是他们除了约着喝奶茶，约着去吃宵夜，还有什么你发现的所谓你认为不正常的？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男闺蜜，之前我就不小心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嘛，我感觉非常亲密，当时我还保留了那个图片出来。不是，你先等一下，我们能看吗？看，可以看是吧？又没什么，看吧。在吗？在吗？是谁啊？是我说的啊。
觉得特别过分了这样啊，就还干涉到我们的感情。一个正常的是你男朋友谁受得了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段话的话是我跟他吵架之后，然后的话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这没什么好吵的，就是他其实也可以跟女闺蜜这样，对吧？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女闺蜜说，那你跟我过好了，他说讨厌，谁跟你过呀？可以吗？不是，不是，你会怎么想？我只是把你这个情境还原到他的身上了，我没有篡改你的词。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有女闺蜜的话，如果他的心是在我这里的，并不是有什么暧昧的关系的，那 OK 啊，我没问题啊。你像这样了，你还不够暧昧吗？不要这样子啊！还有的话，你跟你前女友没有联系吗？还有你跟他，我之前也是一个简单的问候。那简单的问候呢？我也有截图的，我不小心我看到了他的手机。我同样要问你，我们能看吗？这个没问题，简单的问候也没什么的。来来来，那我们就看啊，在吗？最近还好吗？和你分开就不太好了，挺想你的。前女友说啊，不过我们都错过了，以后可不能那么想我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少熬夜。我知道你有女朋友，记得你的身体，知道不要想太多。以前都是我照顾你，对不起啊，都是我。你看，你看，我看了都生气，你不生气吗？叫他不要熬夜。我肯定不生气。当然知道你不生气，但是我就很生气啊！我就看到她跟她男闺蜜就聊天，然后我就后面就冷战了一段时间嘛。那段时间的话，我就跟了前女友，就简单的就是你们俩都是耐不住寂寞的人呐。不是，你看她说的话跟我说的话很明显的区别，好也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照顾前女友，那你怎么不照顾我呢？我是你女朋友好不好？我身体也不好啊。我没照顾你吗？你在我身边的时候，你有照顾我吗？但你平时你做什么也没在我的角度里面去理解。但是你呢，跟你前女友联系，我却没有跟我前男友联系。我起码不会跟异性朋友出去吧。但是你跟你前女友联系，这很不对啊！就一个简单的问候，你们分手了，为什么还有来往呢？是给彼此的机会吗？咱接着往下聊，闺蜜和前女友的事儿，咱就翻篇好不好？之前的话，我就。跟他发朋友圈嘛，然后我又发现了他屏蔽了七八个男生，他的男闺蜜也在里面，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就不敢让别人知道。那七八个男生里面还有两个是追求他的，为什么要屏蔽那些追求你的男生？都说了，我跟他们只有合作上的关系。我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来我们学校招聘，然后的话，我因为那时候的话，他招聘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吗？我跟他们有一个商务上的合作嘛。那时候的话，我要帮他们的忙嘛。那时候那个男的跟我表白了，但是我拒绝了，后来我就没有搭理过他了。这个其实不用跟我解释嘛，就是男生是在让女生在女生的朋友圈里面宣示主权，是这意思吧？结果通过宣示主权这件事儿，你发现他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对，而且他还屏蔽了一些男性朋友，是这意思吗？对，最气的就是有两个喜欢他的嘛，他也屏蔽了。然后这个你咋都知道？他们喜欢他，追过他，你咋都知道的？看过他手机嘛？你看。他就是那么不信任的我，老是翻看我手机。我最讨厌别人不经过我同意就看我手机了。你不是也看他的了吗？我没有他多啊。你们俩不是互截了吗？你们俩还真像啊。除了这个，我更让我生气的就是他跟他前女友的事情。我怎么又翻到前女友了？那你说吧。你先听我说完。要前一段时间，我跟他上淘宝上面，然后我不小心翻开里面的那个购买的情况，看到了他给他前女友买的都是很多大牌的那个化妆品，其中还有一个钢琴，因为他的前女友是学那个音乐的嘛。那时候我就很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给我买的是那个9.9块的拖鞋，你觉得我心里能够平衡吗？他这么对他前女友，对我又是这样，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是觉得态度的问题。就我跟他在一起了之后嘛，就发现他异性朋友特别多，而且还走得那么近，我感觉嘛，也没什么想送礼物给他的欲望。你能不能不要解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双标吗？不够爱就是不够爱，你明明就是喜欢你自己前女友了。这么一对比起来的话，我感觉自己真的很廉价，你知道吗？是，当你对比的时候，一定是廉价的。因为一旦把爱情拿来对比，不管是100万对1000万，还是10000对9.9块的包邮，
只要一对比就已经廉价了。本来就是啊。啊，是是是是廉价了，是廉价了，咱们就廉价了，咱就翻篇呗，不说前女友了，行不行？就除了这次，还有之前他让我用我的头像来把他的照片放上去嘛，然后我让他也放我的上去，他就不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要被偏爱的感觉。既然你选择了我，那你为什么不能把爱多一点给我呢？我想跟你前女友与众不同，不行吗？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借口，偏爱为什么就要放在这上面呢？偏爱就是要在生活上的小细节，而且你并没有做到。那你为什么就不敢公开我呢？我都说了，我想要被偏爱的感觉，然后我想要看一下你的态度。每次我让他放我的上去，他就这样说。所以女生觉得你不放就是不偏爱，是这意思吗？是因为不够重视啊。不重视。你们谈了多久了？我们谈了半年多了吧。半年你们都掐成这样，你们赶紧分开得了，你们干嘛呀？因为有时候我感觉相处的时候也比较甜蜜的。哎，这个男生怎么样？咱们把这个乱七八糟的外力都往出刨，他这个人怎么样？他就是挺耿直的，然后对我很体贴，嗯，很上心。有一次我跟他吃饭，对吧？那个动作真的是打动我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逛街走了，真的很累。那时候他就主动的背我，然后的话。还帮我揉脚，觉得他有些地方还是蛮好的。行，这是他性格好的一面。还有他人品，人品对我来说三观上面有一定的共同点。哦，你女朋友哪吸引你啊？现在这女朋友？那他一起的时候，感觉他的性格比较直的那种，性格直比较天真嘛，平时也挺体贴的。那性格当中不好的那一面是什么呢？刚开始我们认识了两个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玩一个游戏嘛，如果谁输了，然后就答应对方一个问题，然后我输了，他就跟我说敢不敢去领证啊，然后我就一口拒绝了，我说不行，因为很多事情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他就有点生气了吧。女生觉得男孩子做事可能没那么沉稳是吧？对。那你觉得你自己不是吗？就当时本来也是一个开玩笑的心态跟他说的，然后他就一听到就马上就拒绝了，然后就不是很开心。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挺失望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一次我们冷战，然后我跟我男闺蜜聊天，你就看到了我们的聊天记录，然后我就想过去跟他解释一下，但是他并没有给我解释，然后就一手就把我推开了，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墙上面，那时候他并没有过来马上过来安慰我。那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失望透顶了。当时我为什么生气呢？他就跟那个男闺蜜又聊得特别暧昧，正常人都会生气吧我感觉，然后也是不小心甩了一下手就推到他了。你就在不小心吗？我感觉你就是一个潜意识里面的。就当时的确很气愤啊。所以说你真的是过分的干涉我的交友圈了，难道有了你就不能有其他的异性朋友了吗？我不是在乎你，我懒得理你了。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其实听下来就是听着很乱，简单的梳理一下就会发现，经过半年的相处，两人觉得在有些地方还挺合拍，对吧？但是在一些所谓涉及到个人底线的时候，都觉得个人的底线被别人冲击了，对吧？女生觉得个人底线被冲击的是男生限制了他的交友，对吧？对。而针对这一点，对于男生来说，你完全没有把我摆在男朋友的位置上，对吧？对。所以就出现了下面的支开的矛盾。在这个支开的矛盾当中，女生又有第二点的不满，就是为什么你对前女友那么好，对我没那么好？于是冲突就变得特别大了。这段情感应该怎么办？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看来，我觉得你们不是认真在谈恋爱，你们俩有当无的，互相这个没事儿，好像搭个伴儿，但是呢又扯出另外一个人，好像刺激刺激对方，满足满足自己，这个已经不是我理解的这个爱情的范畴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小时候过家家呀，你们现在是谈恋爱怎么可以这样呢？而且用这种方式说我去报复你，因为你这样对我了，我气不过，我觉得那是在惩罚自己啊。如果你喜欢前女友，你喜欢男闺蜜，那就正经再谈呗，你何必把对方又拉在这个泥潭当中，搅得四个人吧都不得安生。那两个人明知道你们俩在恋爱，
哎，他们也不嫌事儿乱事儿大，还继续掺和。反正我说实话，就你们这情况在我看来已经一团糟了。我觉得如果不是抱着认真恋爱的态度，那就结束吧，不就半年时间吗？干嘛要扯在一块？我建议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刀两断。好，谢谢周群老师。来，舒淇老师，异性闺蜜是不是存在？是存在的。就很多人现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因为你是我男朋友，你是我女朋友，所以你要无条件的信任我。信任不是无条件的，信任都是建立在规则之上的。你们没有建立规则，你们就要求无条件的信任，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他要无条件的信任？你们之间建立了什么能够让对方信任的规则吗？没有。你们两个人性格是一模一样的，推卸责任，不愿意承担责任，自己的错却怪到对方身上，都是你们共同的性格。两个最好的在一起的模式是什么？是生活习惯一致但性格互补。你们恰恰不是性格互补的人，所以结合那么多来看起来确实你们是不适合在一起。好，就那么多，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山大老师，作为女生，我觉得没有什么异性朋友可言，就是不自重。而且在微信里面聊天记录里面赤裸裸地说出那些什么想我吗，你还嫌人家给你买9.99的拖鞋包邮的。但是我然后最可怕的是，我觉得姑娘你知道吗，你现在不觉得这件事有问题？你一直说开玩笑开玩笑，没关系，我没觉得有什么呀，你这有问题的。所以我会生气。我们常说一句话，两个人在一起是看寂寞的时候才想你，还是想你的时候才寂寞？我觉得你们如果两个人还有心还想向上的话，就好好认真对待生活。如果你不认真对待爱情，不认真对待生活，早晚有一天生活和爱情都会玩你们的。谢谢。你们两个听起来就是不够爱的一场情感纠葛吧。其实我们都说爱情中如果计较得失，那一定是失去的比得到的多。你得到的就是不被珍惜，失去的就是一颗真心，就是这么简单道理啊。男生你特别计较啊，你觉得好，你那么多男性朋友，那么多闺蜜，发朋友圈还有屏蔽追求者，你不够爱我，所以我不付出，所以我买9.99，你只值9.99。我前女友温婉听话懂事顺着我，所以她值20000块钢琴。如果你真的很爱这个女生，她在和你好之前有8个男闺蜜10个追求者，但她和你在一起之后发现这个男人给了我想要的，我还要什么男闺蜜？我还什么边界不边界自动屏蔽？所以你没有做到啊，你没有让她觉得这个男生的出现让我不再孤独，不再寂寞，不再需要一个无论是备胎还是闺蜜。你没做到不是你的错，你没做到可以有2种选择：一，我努力，因为我爱他；二，我放弃，我们不适合。你什么都不做啊，你就跟他一样啊，你在那儿斤斤计较啊，你在那儿半斤八两啊，他跟男闺蜜说什么，你就跟前女友说什么呀？所以还是不爱嘛，不爱折腾自己干嘛？不爱折腾他干嘛？女生也一样啊，你也算得很清楚啊。你们在爱情中都在算账，能算出什么好结果？所以我的建议特别简单，不爱咱们就再见，不爱就不要打着爱情的幌子说我只是找了一个什么朋友聊聊天，我没有影响爱情，怎么能不影响呢？你把你的精力把你的情感分成了那么多份，给了不同的人，他多一点他少一点，最后凑成了完整的你的情感需求，这是爱情吗？你如果对男闺蜜很有感情，你可以试着和他谈恋爱啊。你如果对他不是男女之情，那你措辞是否能自重一点？这不是他生气，是谁看了都会不愉快。所以我们在和对方相处的过程中，和异性相处的过程中，知道分寸是什么非常重要，否则只能伤人伤己，好吗？散了吧。好，谢谢严老师。你不是现在心里还有他吗？是还有吧。我让你做一极致的选择，剔除掉所有的男闺蜜，从今之后不再联系，就跟他一个人认认真真谈恋爱，向所有的男闺蜜说对不起，我要谈恋爱了，别找我了，我们
们友谊万岁，江湖再见，你能行吗？是说跟所有异性，就是在你的男闺蜜和他之间做一选择，你选谁？选男朋友啊。毫不犹豫是吧？肯定啊。好，他说他跟那些男闺蜜都断了联系，你信吗？考察一段时间吧。你是相信还是要考察？相信。你愿意相信他？愿意。行，我相信老师们今天说了一个最核心的话题，就供咱们所有的这个年轻朋友参考，就是恋爱是有一个标准的，恋爱的第一标准或者恋爱的底线是专一。当我恋爱的时候，我属于我恋爱的那个人，我们是指在精神上，在情感上，这个专一是他一个最核心的标志。信任不是说出来的，信任是彼此做给对方的，是彼此给对方的。以后记住啊，我看你们俩都是，就年轻人很直啊。我看他们俩今天这个行为就是，我结了你的了，没事，你贴我不怕。我也结了你的了，没事，你贴我不怕。其实咱们看你那些内容，你真想象的话，还真是有问题。具体的你们来拿主意，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感觉你还是蛮好的，但是如果你能够为我改变一点的话，那么我觉得会更好。但是我当然我也会为了你保持跟男性朋友保持一段的距离。我想问你可以做到吗？就是不要过分的干涉我的交友圈。我也可以做到，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挺开心，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不喜欢你跟异性走得那么亲密，还有那个男闺蜜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能做到与他们保持距离的话，那我们可以尝试走下去。就多一句嘴，就不能断吗？非得保持距离吗？单断则断，能断吗？可以。谢谢你们啊，请回，谢谢啊。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看结局吧，来，请开门，来，请开门。怕蔗糖，喝减醇，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君乐宝减醇零蔗糖酸奶提供的礼品一份。打开天猫搜索君乐宝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来，请亮灯。这个送给你们啊。专心谈恋爱啊，专注对一人。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怕蔗糖，喝减醇。本栏目由君乐宝减醇零蔗糖酸奶冠名播出，喝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让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在一起半年，感觉他对我没有一开始那么好了，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比我重要。我觉得是不是爱淡了，还是一开始他就没有那么爱我？我对他明明就是那样一如既往，许多事其实不是他想的那样，他就总是断定啊，我这儿不行那儿不行，总是有问题。但是我感觉他这样简直就跟无理取闹一样，而且这种事儿次数多了，搁谁谁也受不了。他怎么就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呢？而且他现在已经把我标签化了，不论我做什么，在他心里我就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我真是太委屈了，
难道真的是我做的太过分了吗？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浩，24岁，来自河北运营；女嘉宾小文，26岁，来自吉林，产品经理。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看小片的时候就有印象，你要撕标签是吧？对。他愿意贴标签。对，因为我们在一起半年了嘛，然后我觉得他对我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啊。我有时候生气的点，然后他就会觉得我无理取闹。那我现在其实想问问你，我到底什么时候无理取闹了？就他无理取闹的次数还挺多的，比如说之前有一次，他做梦梦见我跟别的女孩在一起了，然后他醒来他就说啊，怎么你都跟别的女孩在一起了，怎么样，我就打了一个哈哈 哈过去。我觉得挺无奈的，我说这种事儿你做了个梦它又不是真的。因为我这是第二次做梦了，之前也做过相同类似的梦就是还是有一个对比的嘛，因为之前他会很耐心的哄我，然后就说别生气了，那只是个梦之类的，但是这次就很反常，他就一直在旁边就说哈哈，然后就感觉他在掩饰什么一样。然后我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梦，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之所以会做这样梦是因为在这不久之前，然后他们公司是有一个活动，就是这个梦也有寻迹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我肯定是在现实是这么来的啊。对，我肯定是在现实生活中感觉到了有些不安全感，所以我才会做这样的梦。对对。因为当时他们公司是有一个活动，然后需要主持，就给他搭了一个女主持的搭档，然后活动结束之后，他们公司聚餐。只有他挨着他那个女主持，然后旁边还坐了一个女主持的闺蜜，就是他夹在两个女生中间，他完全脱离了男性的那个组织，就夹在两个。你完全脱离了男性的组织，你看看，左右都是女生，而且当时的氛围就是，大家把他们组成了临时情侣，然后就起哄让他们俩坐在一起。主持人，你不用听他那么说，其实不是那样啊。那会儿我们吃饭是我们公司跟别的公司一块吃，然后别的公司调来的那个跟我一块搭档的主持啊，然后就我俩交流的比较多，而且他跟平时跟别人也不熟不认的，然后大家就说要不你俩坐一块儿吧。这个其实不重要，细枝末节我问点我认为特重要的啊。你在梦里梦到那姑娘长什么样啊？梦中的内容我已经忘了，可是我只记得在梦里很生气，然后醒完之后醒来就梦里发生了什么让你很生气？具体细节我也记不清楚了，是喘不上来气儿吧？对，就是觉得已经气疯了，然后梦里觉得他跟别人在一块儿了，然后也不搭理我，也不顾及我的感受，然后我醒来就跟他说，结果他还那个态度。这个也没法评价，因为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咱们也没法追踪他呀。这个就过去吧，好不好？他现在就像一个女版的福尔摩斯一样，就一定要查我的一切才行。查啥呀？咋查呀？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然后在家可能溜达了个700步左右吧，然后他就发现了，然后等到中午我跟他说啊，我去找我朋友吃饭了，说你上午没去嘛，然后因为我是一开始头一天知道他第二天要出去的，我当时就看了他走了700多步，我当时就想他肯应该是就上午就出去了吧，你上午没出去吗？那你这700多步怎么走的呢？不是你家里得有多大，你再从客厅就从客厅到床上，从床上到客厅你就能溜达700多步。我这个给你普及一个常识啊，我今天上午一直在这棚里吧，我分身乏术吧，我没怎么动吧，对，我就这么溜达吧。2925步，怎么了？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跟个人习惯有关的，因为他之前没有过这样溜达，早上的话他基本上也就不会超过100多步。哎呦我的天哪！看我走700步你都这么质疑，你走2000多步那一回呢？啊我的天哪！你们我真是，我那次走2000多步的时候，我是颈椎疼，就像刚才您说的，我是有意识的在锻炼，在家里溜达，但是他不是呀，他突然那我问一次都不行。两个人相处之间，我觉得最基本的信任应该有吧。我觉得他该去做什么，他去做什么，他应该怎么样，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啊。是他自己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女朋友，心里有疑问，我总得问出来吧。您就问呗，我就告诉你我在家里客厅溜达来着吗？您不是确实不相信了吗？您平常就走100步，怎么这时候就走了700步呢？你干嘛去了？这不是您说的吗？对呀，您不是还是怀疑我了吗？他就是怀疑我。那我没给你贴标签啊，我这思维可能跟你一样啊。对，是的。
对，我就是很委屈，我觉得我没有怀疑你，你跟我解释清楚了，我就相信了，我也没说无理取闹，我就死活不相信。那你现在相信了吗？我相信了呀。相信这事儿就翻篇，还有什么事儿，兄弟？还有第二件事，就那会儿我想看一个电影叫《绣春刀》，然后我发现别的软件上面都看不了，只有哔哩哔哩这个软件能看，我就去找我石家庄的一个男性的朋友要了一个会员账号。不是，你为什么要强调男性朋友？因为他很在意这一点，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男性朋友要了一个账号。我要了账号之后，我看这个电影，看完之后他就问，他说你怎么突然就在这个软件上看电影了呢？我说因为别的软件上没有这个资源啊。他说那这个人名字叫什么？我说他叫可爱的小刘。然后这个事儿我以为就这么过去了啊。然后等我看完电影没一会儿，他啪给我发了张截图过来，是这个人吗？问号。然后那个人的名字叫可爱小刘，然后就是一个女生的头像吧。我当时太无语了，我就发了个省略号过去，我说怎么能这样呢？就你哪怕你不信任我，你质疑我，你问我就行啊，你为什么非要自己去查呢？然后他就开始，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就给我发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啊，你真行，你真棒，真有你的，你骗我。我第一次在他嘴里听到 B 站这个词，他之前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东西。然后 B 站在我心里其实是一个偏女生可能用的，比较二次元嘛。然后我觉得他身边没有这种二次元的人。然后那个可爱的小刘，我一听可爱这个词儿，我觉得更像女生，那我就搜一下吧。我没看清，然后我就搜成可爱小刘，结果一搜还真是个女生。然后我就问他，结果他就给我发了个省略号。我一看他省略号，我以为他默认了呢，然后我就很生气。当时结果他，你生什么气呀？我觉得他骗我了呀。哎，我的妈呀，就这件事情也过去了，我觉得都是挺小的一件事情。他总是这样，总要我把一切都跟他解释清楚之后，他才能认识到可能是他的问题，他才会认错。但是我觉得这种信任是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的。就是我们刚开始在一块的时候，我是94年的嘛，他说他是95年的，他说他只比我小一岁，但实际上他是96年，比我小2岁。这件事情我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才知道，而且还是从他奶奶嘴里知道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城市，女生如果比男生大2岁以上是长辈们不太能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当时就很尴尬。他没有想到他这样骗我会让我陷入到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就没有替我着想。不就是老人家说比我们大2岁，这是个事实啊。在长辈们心里其实是会有偏见的。那这种尴尬就不是说我带来的，确实那个气氛就是很尴尬。然后他就没有替我着想，没有替我说你要不就提前告诉我一声，最起码我不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这件事情。就是还是姑娘啊，你这恋爱谈得好累，我听着都累。你就这那么点小事在你那儿被无限放大。我觉得这个不是小事啊，毕竟我们谈恋爱也是奔着结婚去的。但是我家里是同意的呀。但是我不知道，而且你当时带我去的时候，你奶奶你们家的那个样子，就是不是很接受。他只说了你比我大2岁，他也没有说不同意啊。但是你如果是考虑到我的感受的话，你应该提前想到这一点。然后不光是这个，就还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他没有顾及，没有很顾及我的感受。比如说，就有一天下午天气比较好嘛，我叫他出去放风筝，然后他就跟我说昨天睡落枕了，脖子特别疼，我没有想出去的想法。结果转头没过5分钟，他就跟我说他要跟他朋友出去了。那我当时我就觉得啊，你这根本就不是不想出去，你这是不想跟我出去啊。来解释一下，主持人，就那天他非叫我去放风筝，我前一天晚上我脖子睡落枕，真不想动了。然后过了没一会儿，我朋友给我打电话，哎，我到你家楼底下了，我们几个都在，说你要不出来待会儿吧。因为我朋友跟我说他第二天就要去石家庄上班了，就说今天不见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见了，正好也堵我家门口了。我说下就下去吧。然后我这时间我还不忘了给他发微信，给他开视频，结果他一生气又是按照原先的路子，不接电话，不接视频，不回语音。对吧，你跟你朋友出去然后不跟我出去，那就说明你就是不想跟我出去。非常不对啊，怎么能够跟陆琪出去而不跟你放风筝呢？不重视你啊。对，我觉得搁谁谁都会生气。当然了。您会生气吗？啊，您会生气吗？这种事情我都气死了，这哪能忍受，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我其实也没有想跟他发火，但是他就给我，你比我涵养好多了。他就给我发视频，然后我当时没有接，结果他就发着发着他就自己生气了啊，然后就开始指责我。那我不就更不说话了吗？不然我俩又吵架了。然后他就后来就到我家楼下了，是吧？说过来找你，然后你下来吧。我就说今天天气也挺冷的，你要不先回家吧，今天也挺晚了，我不想下去啊。结果他傻不愣登的在我家楼下等了1个多小时，然后回去自己生病了，然后说是我无理取闹，我不下去见他。错了错了错了错
错了。后来就态度越来越差了。前几天吧，他跟他朋友约好了，就早上要去帮他朋友搬家。他特别积极，比人家朋友去的还早。但是到我这儿来，他答应好我的事情，就一觉就能睡过了，甚至连个闹铃都不定。我觉得本来就是他做错了，我也没说要挑起事端。对。然后他就感觉每件事情都是我做错，都是我在无理取闹一样。但是我有时候不是这种想法的。是，我问他啊，他是不是无理取闹啊？我该说实话吗？你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呀，兄弟？我觉得是啊。啊，是啊。你接受他这种无理取闹吗？我现在觉得有点不太能忍受了。那个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其实我现在也陷入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真的有时候做得太过分了？所以说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也想让大家看一下我平时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在无理取闹，还是说他也有他错的部分，他也在误解我。想分手吗？看情况吧。是看啥情况？就是如果还是现在这种状态的话，可能我觉得我们俩都很不好受吧。哎，以前谈过男朋友吗？谈过。为什么跟前男友分手啊？是因为异地。26了是吧？对。这个小伙喜欢他什么呀？刚开始在跟他在一块的时候，觉得他人很好，然后就特别细心，然后很照顾我的感受，就是对我超级好那种，所以我才会对他有很高的期望。这样他有可能有一点，现在有一点点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我就会很失望。其实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没有之前那么爱我了。你自己判断他还爱不爱你？我觉得还爱，但是可能没有之前那么爱了。他慢慢的会越来越，然后转化到另外一种感情了，比如说结婚吧，对吧？就变成一个丈夫的角色，要承担更多了，他可能对你的关注又慢慢的又会变少一些，这你能接受吗？我能理解，但是我也希望他能更理解我一些，不要说把我的生气都说成是一种无理取闹。资料上面写的您是产品经理啊？对。那产品经理是干嘛的呀？就是 APP 的产品经理，做 APP 原型的。哦，就是他得想得很细，对吧？对，就是每一步都应该想到用户是什么体验，点这个的时候的下一步是怎么样才是顺的，是吧？对。哦，这就难怪了。所以您的那个脑补能力实际上是巨强大的，你的工作就要求你勾勒出一个场景来，对，然后在场景里面来做填充，对吧？所以我感觉你这个恋爱有的时候也是要做一个场景，在场景里填充很多东西。对，因为我的思维其实已经被我的工作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了，所以我会想很多事情。这我就理解了。你看我们自由散漫惯了，我们就不能理解你问人700步干嘛，人家不行得问清楚。你乐什么呀？我觉得我跟你是一样的心理。所以你得理解他呀，对吧？你在那傻傻笑坏笑的。其实我平时对他也很好，就包括每个月会给他买束花，平时给他买水果送到他家楼下。所以我就说你这人特假，你知道吗？越是碰到了需要坦诚相待的女人的时候，你就越坦诚一些嘛，没必要那么多解释。我就是一个正常的人际交往，完了 ，OK 了，对不对？是呀，对吧？但是我跟他说了，他不肯信呀。那你就不解释了吗？我不解释了，那不就崩了吗？那崩什么崩啊？那爱情说崩就崩吗？人家姑娘不是说也要做调整吗？是吧？我就这意思啊。你看我跟你想的一样，所以我也帮不到你。真能帮你们的在那儿，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在一个相爱的人眼中吧，你种种的刁蛮任性，在他看起来都是千娇百媚。对。可是当他没那么喜欢你的时候，你娇嗔打闹，在他看起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其实是心境的原因哈。可是如果你现在用这样的方式，我也真觉得这个承受起来是一种痛苦了。所以当他用这种方式一次又一次的去逼问对方，然后一定要找出一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无解之题了。你不可能得到答案，也不可能得到你希望的答案，这像一个死循环。你一直在逼迫他，他到墙角了，无路可走了，然后反弹回来给你的是让你特别不舒服的一种说法和答案，你的心里更愤怒，于是你又开始重新的画圈，把从前的那些记忆再找回来，然后继续来填补你的证词，然后继续审问他。我觉得你们俩变成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刚才你来我往的时候，我觉得男生实际上是处在一个
被逼问和审问的状态，然后不断的要向你解释，终于到他烦的时候，他连解释都不想解释了，而你其实更失落，你希望的不是这个结果。当你逼问他的时候，你期待的是他能够给你一个让你觉得非常满意的答案，但是你得不到了。所以我觉得在你们之间一直在重复这种游戏，外人看得很清楚，但是你身处其中，我不知道你是乐此不疲呢，还是不善罢甘休。最可爱的是他的梦境，他也把它赋予了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场景和人物设定。梦境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无来由的，我们常常会做很多稀奇古怪的梦，如果都有一个你所说的这样一个范畴的话，其实很可怕。我是觉得一个人之所以对对方揪着不愿意放手，用这样的方式一直去问他，是因为你的内心不够强大，你始终处在一个慌张不安全的边缘。学会和自己相处，学会跟另一半保持距离的相处。如果你真觉得他有什么让你非常怀疑，到了原则地步的话，你可以问他，但是只是你的猜想设想，你不断地用这个去试探，我觉得一定会戳痛他。所以先静下来，保持自己内心的强大。谢谢。好，谢谢周群老师。来，陆琪老师，谈恋爱不是工作吗？工作上面的性格和态度是不可以拿到生活、婚姻和爱情里面的。我们不能因为赵川老师在台上他是个主持人，回到家他就天天像个主持一样跟家里面人说这个说那个，他不能这么说。为什么？他是分开的。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状况什么状况？他一开始还能忍，因为他做运营的嘛，我也很了解运营了，但是后来忍不了了，变得剑拔弩张。所以你真的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好，你不是 不放心他吗？很简单，你设计一套方案出来，告诉他用哪一套方案你才可以相信他。不完了吗？结束了吗？你最擅长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只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到最后我觉得你们这个问题啊，要去底层解决，光是只是看表面的情绪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自己回去好好想想，找到一个底层的一套体系解决的方案，最后设计一套能够让两个人都心安的方法，而不是吵架。就这样，谢谢。我就说女生不能惯，有一类女生呢，就是你惯完了以后呢，她蹬鼻子上脸，你不觉得你自己每天像警察审犯人吗？你天天在找证据。好，我问你，找到证据之后怎么样？分手是吗？找不到证据呢，然后继续再找证据。你每天就活在找证据、找到或找不到两种结果。你每天都已经给他带有有色眼镜的给他定好了罪名，他就是肯定会怎么怎么样，他就是会骗我，我必须得找到这个证据。那找到了，好，算你有本事。找到之后谁难受啊？那找不到呢，你就一直陷于这个困境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你如果信任他的话，怎么着都能信任。你如果从一开始压根儿心里已经埋了这颗不信任的种子的话，他之后的种种行为你都会判他有罪。每一个女生的细微之处和敏感，这个女人天生有第六感，我一定信的。任何一个另一半在微信当中，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共鸣，她在微信当中突然加入了新增加的表情，女生心里会咯噔一下，哎，这表情，而且是偏女性化，她会想这表情是谁发给你的。第二，男生在微信当中通常用一些什么样的标点符号，女朋友心里是有数的，她这个标点符号发生了变化，女朋友心里也会有感觉有感应。但是如果每一个女生都把自己当成了福尔摩斯，这恋爱就没办法谈了。所以就是不要较真儿，也不要矫情。如果你觉得这个男人值得你信任，他是什么样的人品，他是什么样的人，那就交往下去。如果你觉得他已经突破了你的底线，不值得你再信任了，或者你觉得这证据我不想再找了，那 OK， 我退出。但是你不能活在这种的一次一次折磨别人的过程当中，这样的话他不愉快你不愉快，爱情就看到头了。
所以男人要学会维持这个恋爱的温度，女生要学会适应恋爱的温度。谢谢。好，谢谢沙娜老师。严老师，女生你找这个他的污点找了这么久，找到了吗？没有。就其实你是一个特别不接纳自己的人。我们谈一场恋爱是为了美好而去的，我们喜欢一个人是因为他身上有我喜欢的点，而你的模式是我谈一场恋爱我就得看看这个人是不是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我谈一场恋爱我就非得找到他不值得信任的地方。难道你一个好好的姑娘就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爱情吗？难道你就不配拥有一个心里只有你愿意好好和你谈恋爱的男生吗？我觉得至少从一开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很想和你好好相处，他心里也没有别人，他可能有一定的社交关系，但他丝毫没想跟别的女生暧昧，一开始一定是这样。所以他觉得我找个人给我个账号我去 B 站上看个东西没问题，他连想都没想到我女朋友会查我那个可爱的小刘是不是个女生。你为什么不能勇于接纳爱情是可以美好的，生活是可以美好的，两个人关系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呢？我不知道你曾经经历过什么，我不知道谁伤害了你，但我希望你从今天这一刻接纳自己，把那些乱七八糟只是寻找污点 bug 的那一面在爱情中往后放一放，你就会舒服很多。我觉得你是工作上努力的女生，你的逻辑其实也是很强大的，但是你至此从今天开始给自己设立一个相信美好的逻辑，你的生活就会充满光明，好吧？谢谢。谢谢严老师。谈恋爱啊，到底是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有啊？我建议还是疑罪从无吧。嗯，因为你要都从有的话这事儿就太紧张了，最好别怀疑，但是人又有好奇心，万一要怀疑了就当他是没有。我相信现在所有年轻人其实都明白，恋爱的过程一开始在追逐的时候就是热烈的，随后它就是一个降温的过程。稳定就是要降温，我们炼钢烧热是为了塑形，降温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稳定形态。你必须要承认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千万别因为这个过程到来的时候说它变了它不对了。但是他的问题摆在这儿了，该说的老师们都说了，其实我真觉得你要好好的反思一下。成熟男性，你首先你得守时间，当你不守时的时候，不管是对谁致歉，我想是一个成熟人应该做的事儿，对吧？第二件事儿，尊重社交礼仪和规范，是不是应该成熟的人应该做的事儿？嗯，对吧？第三件事儿，如果说活到了这个年代还把说我跟女同志挨着我的旁边在一起吃桌饭当成一个不应该的事儿了，我觉得这个男人心里是有问题的。你有心理问题吗？我没有。你没有，那就是说非常正常，我坐他旁边是正常的，是别人没给我留还是我就刻意去坐那儿，其实都是正常的。那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成熟男人不因为你喜欢这样我不是这样我就去塑造，你塑造不来。你应该特别坦诚的把你是什么样你呈现给他，越是对于这样的女性她越是较真儿，你越应该这样。就是当你这么去做，如果她还怀疑你的话，那你们就会谈恋爱谈得很累。我没别的要说了，就是你们俩彼此喜欢，现在才半年，想谈好好谈，不想谈走人。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热烈。在一起半年了，我知道我有的时候还是我在意的点可能你不是很能接受，那我还是希望以后我在生气的时候你不要再说我是无理取闹或者是怎么样，能多在意我一些，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们这样相互伤害之后可能会让两个人都很难受，那我自己肯定也是会尽我最大努力去改，但是我知道这个改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不能包容我的话，那我们之后的路会很难走。我也可以试着去包容你，但是我就希望自己也能改正自己的问题吧，不要再像你说的那样，然后包括你的一些问题我也会去包容你，我也想继续跟你在一起吧。
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我们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那接下来就看他们俩的这个结局呗。上回来，来，请开门。跑两步。啊？啊？我要跟你一起在一块儿吗？这要怎么样？啊啊啊！哎，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哎呦！啊，来来来来来，拿一下戒指，啊，好好好好好，帕蔗糖喝简醇，简醇酸奶为爱做减法，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君乐宝简醇零蔗糖酸奶提供的礼品一份。打开天猫搜索君乐宝简醇酸奶，为爱做减法，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祝你们认真恋爱，开心生活啊！谢谢两位，谢谢你们，请回。我现在就是一个细节，我明白女生为什么心慌了。为什么不安了？男生走的时候是双手捧着简醇零蔗糖酸奶，而不是牵着他的女朋友，所以你想站在他身边那个女朋友内心确实会缺少所谓的存在感和安全感，因此爱情当中的这个互动啊，不是因为女生直觉敏感或者女生心眼小，真的不是，其实是他细腻，所以他能从细腻的细节当中感受到更多。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男朋友呢比我小2岁，现在我研究生毕业，马上就面临找工作了。我心仪的工作在大城市，虽然离得不远，但是过去工作肯定就没有办法经常回来。他知道以后呢，坚决反对，总跟我发脾气，说他不接受异地恋，更不接受网恋，还总威胁我要分手。我现在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他跟我一起去外地工作，但他又不肯，我该不该跟他分手呢？怕这糖喝上回来。该不该分手取决于你的男朋友和那个让你心仪的在大城市的工作，在你心中哪个分量更重，想清楚吧。祝你幸福。我们的节目是由帕蔗糖喝简醇，感谢君乐宝简醇零蔗糖酸奶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喝简醇酸奶，为爱做减法，谢谢君乐宝简醇零蔗糖酸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要特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